天晚上来挑战一个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运动，就是高尔夫。然后现在这边有一些初学选手自己在摸索自己的打法。然后下来以后，打一会扣中，这个画面好美，球应该没在。手指都弯不了，你的手都红了。你别笑。告诉自己不要发力。不要发力，为什么？哇，你学到关键了没有？腰发力，腰。你那个腿我都服了。哎，可以了。我居然打上了。我们家的阳台被浣熊席卷了好多只啊！天哪！我觉得你真的不要开门。哎呦，我冲过来！我跟你说，它炸毛了！我跟你说，它就很生气。没事，我要大斧头。Hello， 我们今天在家里烧烤。这人又跑了，他们每次都没话说。我们现在录一下，看看在做饭的人。哎，你好，我是湖南卫视的主持人。主持人来烧烤。小徐，今天小徐羊肉串多少钱一根？今天啊，白送。我不管，我要跟你喝。对啊、无话可说，成一亿无话。这两位今天番茄炒蛋，哎呦，你们这样我可以不剪进去，能不能自然一点？突然就被点了雅叙。我们这边还有蘑菇，然后这个是茄子，这边有好多肉，有牛仔骨，还有五花肉。现在锅里的是羊肉串和鸡翅，那边是玉米。追拍追拍。这个肉真的是太完美了吧。就我们俩拿韭菜啊。哎，等一下，开玩笑哦，不好意思啊。